曲步，曲步也叫箭步，是跟斗起翻前的动作，要像弓箭离弦那样迅速有力。虎跳，虎跳是向侧翻转的手翻跟斗，它是毯子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技巧项目之一。虎跳翻起来要求极快如飞，刷刷作响。单小翻，单小翻在戏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训练价值。撅腰，撅腰是不抱腿的向后空翻跟斗，撅腰成串连翻时叫串撅腰，也叫甩脆。垛子，垛子也是长跟头的挂翻动作，它本身不能在舞台上单独使用，挂翻蛮子、镊子等侧空翻跟头。虎跳挂翻单前碰叫虎跳前碰，要求做到上下一条线，空中一个蛋，撒腿两头撑。用垛子挂翻镊子叫垛子镊子。乌龙脚柱，简称脚柱，分硬脚柱和软脚柱。手提，手提也叫捧提。猴小贩，猴小贩是人模拟猴子向后面的一种手翻跟斗。玄字，接下来叶城来一个硬僵尸啊，硬的了啊，蹬。飞天十三响，落云娘有心愿，我有